大家好，今天呢是我们胡马县开江主题文化周活动日啊。白天已经有一些其他节目都已经演过了，现在是到晚上了，现在是4月28号的晚上，然后有一个看我身后这个已经准备好这个柴火了，木柴已经准备好了，有一个篝火活动啊，还有一个中俄文艺演出活动，今天晚上的节目是，咱们一会儿观看一下啊，看这个篝火晚会的这个木柴已经准备好了，那个都是松木，还有白桦木，这个白桦木这个带着树皮的这个特别爱着啊，白桦树皮是特别爱着的，那晚上就会引着的，引着火，然后就开始篝火活动了，非常热闹的啊。世界武侠小镇，最北长寿之乡，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，长路卷花，夏天里蓝莓，黑黑的黑龙江，从胡马城流过，亲人的身影也吸引八方客，北风。演出已经结束了啊，现在开始篝火活动了啊，篝火活动开始了，咱们上现场来看看。